主席，我謹此陳辭，希望議員支持三讀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。多謝。現在的待決議題是《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》，予以三讀並通過。廖長江議員要求記名點票，點票鐘響5分鐘。開始表決，請核對所作的表決。如果沒有問題，現在停止表決，顯示結果。出席有43位，有40位贊成，2位反對。議題是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。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。各位議員，立法會是經過2日的會議，剛剛通過了一項對香港政制發展非常重要的法案。我徵詢過議程如下兩項議員議案的動議人的意見，我決定今日不會處理。我現在宣布休會，本會在2021年6月2日星期三上午11時續會。